次参加了哈，第一次参加依照惯例都要好好的访问一下哈。红人他们是歌唱世家哦哈，我想要讲伊歌唱世家呢嘿。伊独了巴多啊哈，那个一棒公主哈是他的先太，是他的太太哈。然后他自己本身哈也常常去参加歌唱比赛哈。获奖无数，然后他的女儿也出过唱片，现在在哪一个唱片公司？现在李开华特现在被白冰冰纳入小姐，所以那个礼拜女儿的名字说一下，尤娜，尤娜，陈尤娜，很棒啊，就是哦，乐咖，哎，就那个咖好高等的吼，咖差不多高我多仔。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八点，是中式的我爱冰冰秀，我爱冰冰，都可以看，我爱冰冰秀，我爱冰冰秀。啊，有那一些啊，吼，啊，因爸爸妈妈吼，就是咱的红人，甲咱的银棒，足够唱歌呢，吼。啊，恁各组囝是像咱同款足够唱歌呀？都会唱，真的是不简单的哈。这个都是有那个艺术的基因的哈，对吧哈？足不简单。啊，今仔日足欢喜吼，当邀请到因，啊，然后啦吼，我讲吼，因足难得的就是讲吼，因除了囡仔足够唱歌以外吼，你看看当阿婆。那个老公也是 A 咖，然后老婆也是那个 A 咖的唱将，无 B 咖，拢 A 咖的唱将哈。来，现在我们就来听看看吧。来，介绍。我先玩过一节。来，叫苏黎玉歌曲哈 ，Pika， 三卡瓦，谢谢。日本歌曲，我来。我先玩过一节。
过电视的哦，就无简单，就是无简单啊。